日前，知名博主长春国贸发表博文，称有网友爆料女星梅婷已怀孕8个月，目前在香港待产。爆料者称，其先后3次在香港偶遇梅婷，发现其大肚子很明显，应该有8个月左右了。爆料者表示，第一次是在 IFC Mall 露台散步时，碰到梅婷和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男士同行，但当时是在晚上，露台灯光比较暗，还不能确定是梅婷。第二次是个中午，爆料者从公司出来，梅婷和那个男的刚要离开，在梅婷侧身扭头时，他发现梅婷大肚子很明显，才发现其怀孕了。第三次是发帖前一天的下午，爆料者到 IFC 超市购物，结账时看到梅婷和一个长发男子迎面走来。这次是近距离，看到梅婷肚子应该有8个月左右了，动作比较缓慢，没化妆，但脸有些浮肿。最后，爆料者从与她3次相遇判断，梅婷有可能住在 IFC 附近，目前在香港待产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哈林庾澄庆，你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。